左下角二维码也能扫到。我先上线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啊，左下角二维码也能直接摁，直接点一下就可以进入那个下载的页面了，或者是直接扫描也可以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你就是头发。咻！我好像看见。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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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角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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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龟的力量，七点血，是为弱者准备的。哎呀，刚才这个秋没秋招人，先插个眼儿的。这是干嘛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是我们的路。你二级的蓝枪，你抓个屁呀你！啊，那人马怎么才一级呀、啊？你干哈呢，兄弟啊？你没带打野刀吗？你没带打野刀打野？我真是佛了啊！我是真是佛了，帮都没法帮。咻咻咻咻！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啊！咻！咻！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回血走位，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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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回血。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这禁夫能不能杀呢？其实也能杀。龟的力量，回家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咱先来个小反甲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还行，他兵线没推过来，正好卡住了，卡在这里。我们赶紧变个熊上线啊！我们的本能。现在我的韧性有17%，加上水银还得加上大药，哎呦，没有人能控住我，那露露控我也就一秒钟，都撑死了。那些一秒的控制直接被我化成零，直接一点意义都没有了，就直接没有用了。这波可以尝试一波击杀板猴啊。
是为弱者准备的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点的力量，疾跑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再加一，不要引任何一只鸡，告诉你。新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把你石头人给你吃了。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把你馅儿给你吃了。跟他要圈儿，毫不犹豫。嗯，馅儿你不吃了？你吃馅儿不？我想问你吃不吃馅儿？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亮牌的力量，点赞。上头了啊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兄弟们，龟的力量。生气了，上头了啊。先来个斑比的勇者，没有防备的对手啊。熊的力量无视碰撞体积，可以，要不然无敌人怎么跑得那么快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咱得来水银海啊。他们的皮毛我们自有用处。那碗豪呢？碗豪人咋没了呢？是为弱者准备的。鸡的力量，你要去啊，我们直接那啥，我们直接塔后断线，断完线就吃他野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点燃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别惹我啊，千万别惹我，我告诉你们，熊的力量有没有 F6， 剩俩给他吃了。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啊，收完鸡收懒，收完蓝收蛤蟆，
收完蛤蟆，收三狼。收完三狼，收兵线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人马，人马打野老慢了，人马别给他留了，没等他来呢，也都让蓝枪刷了。刷的本能，别给他留了啊！我们的拳头。打个不灭走了。哎，熊的力量。吃个塔皮先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收完兵线，收石头人儿，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收完石头人儿，收兵线。收完兵线，我们收 F 六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收完 F 六，我们收中路兵线。我们的秋仍在继续。秋致命点燃。刚才那个 R 没 R 着他，算了，放他一马，饶他一命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收完中路兵线，我们吃口屎。吃完屎，我们收蛤蟆。收完蛤蟆，我们收三狼。万豪九级，收完三狼，我们回上路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回完上路，我们推兵线。推完兵线，我们推塔。毫不犹豫，毫不犹豫，杀人又跟吃野一样，毫不犹豫啊！吃石头人，他们的恐惧是极致的。熊的力量拍住，鸡的力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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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熊的力量，我们收红，红没了，我们收 F 六。F 六收完，我们收河蟹。收完河蟹，我们收蓝 buff。野性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
收完蓝 buff， 我们再收蛤蟆。他们的皮毛自有用处。嗯，收完蛤蟆，我们再收三狼。收完三狼，我们去收红。收完红，我们收石头人儿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收个红啊！野王乌迪尔。哎，收完红，我们700块钱赏金。我收石头人儿。好，无敌了，回家。算了，我再收一波下路。我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这么装逼啊！小王八羔子，他跟我俩还。狠上了还这么装备，跟我俩荡妇二连是不是？我回家，收完线儿，我们收对面蓝。毫不犹豫，野王乌迪尔，野王。我就是野王吧，收十收三狼，收蓝枪。收小兵，收上路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回家了，没空了，不收了，没有野了。购物一波，先来个这个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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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个这个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开始杀人，去给我收吸血鬼来。那就是我们的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点燃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你还以为我是刚才那个乌迪尔吗？错啊，错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谁是谁在挂杀？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。收个风龙去呗。
风龙可是很好用的，先给我打个小龙来，兄弟，这个你们收吧，我不收了，我还要去收别的呢。 龙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吸血鬼死了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咱先升个16级啊，然后呢，把那个野怪收了。 去收个蓝 buff， 再去收个红 buff。你看银马吧，他跟对面蓝枪等级其实一样，为啥呢？因为我两边也都收。 我收完他们家的，我就收俺们家的，这样人马其实没劣势，你知道吧？即使他没有带惩戒，他一眼他也不劣势。队友呢？哦 ，ADC， 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 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好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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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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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 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投降。EJ8级，那他挂机了，他可不8级。